还没练习就先受伤，酿成大灾难。那蛮深的啦，一个洞。我们有急救现场，大家有食盐水。没想到伤口血流不止。因为昨天我要洗澡，我把那个纱布打开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在渗血？破伤风比较痛，破伤风真的很痛。我那手举不太起来，脚又打麻醉，然后缝，很难抬起来。以上节目由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。